这个问题呢，我想我首先必须要指出一点，发起所谓最不可接受词汇这种票选呢，这个媒体呢，实际上呢，我们认为是居心不良，很有误导性。两岸的民众由于生活环境和流行文化的不同呢，在一些习惯用语上面确实存在差异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比如说土豆。大陆很多地方也叫马铃薯啊，或者洋芋。那么在台湾，它实际上指的是花生，对吧？那再比如说"窝心"这个词，在大陆指的是受委屈了、难受，而在台湾指的是很暖心、心里很舒服。所以呢，那说到"弯弯"，"弯弯"实际上是大陆很多民众对台湾的一个昵称，它是有一种萌的感觉。那么很遗憾呢，在台湾却被一部分人故意的污名化了，故意的误导了。随着两岸交流的这个渐趋紧密，人为制造的，我们相信呢，人为制造的藩篱呢，会被逐渐的消除。两岸的民众越来越能够读懂对方的习惯用语，越来越了解不同用语背后的故事，进而呢，能够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、新的文化内容。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繁荣、多元和创新。我们希望民间和基层，两岸民间和基层的交流，能够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不竭的内在动力。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为两岸的交流合作来创造有利的条件。刚刚已经说到了，我们2022年对台工作会议里头有一条，就是我们会继续为两岸，尤其是台湾基层青年群体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。我们会鼓励两岸的民众扩大交流，加深理解，增进认同，一起来弘扬善的力量、正义的力量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提醒两岸的民众要提高警惕，绝不被民进党当局、绿营网军和特定的媒体带乱了节奏，带偏了方向，加深误解和偏见。